我们看这一题，在里头说 A 是这个矩阵的 ，B 是这个矩阵，他要你求 AB 啊，他要你利用那个系数积哈，来简化哈，求出 AB 啊。就是我们直接乘的话不好乘，因为那数目都很大。但是我们可以怎么做呢？我们可以哈把这个11抽出来，这11抽出来以后，这剩下3，这是5了，那这1嘛，这2。然后呢 ，B 的话哈，这个把11抽出来，11抽出来的时候哈，这是4，这是负的1，15了，哦，除以11吧。好，除以11的话，这是负2，这是9。抽出来以后的话，这两个相乘就比较好算了。AB 就等于多少呢？11乘以11就是121嘛。然后呢，这两个矩阵相乘，这3乘以这个矩阵多少？3是12嘛。哦啊，3乘以15是负45。那5的话乘以这个向量，好，就5乘以这一列嘛，52负10，5945了。那这样加起来就剩下2，啊，这是0嘛。然后再这个乘以，这个乘以这个哈，1乘以这个向量，啊，就是这一列，1乘以这一列是4，负15嘛。2乘以这一列是负4，928。加起来是0，它是3的，03。哦，那这样就会比较好算。那一乘的话哈，我就把121乘进去，变成242，0。那3乘121是363。哦，那这样算比较容易了。哦，所以呢，这是242跟363。